了的三周年，为答谢新网读者费劲台快车七十五岁的订阅微量等敬点3.5折起，品牌近况店内款式多多，新款太阳镜也已上市，欢迎上楼选购。长生款在永记四川金门，为答谢新网读者费劲台快车七十五岁的订阅微量等敬点。为答谢新老顾客，配品牌快思一字路明月微亮等镜片3.5折起，品牌近况店内款式多多，新款太阳镜也已上市，欢迎上楼选购。长生款在我们金门，为答谢用心的顾客长生邀请。是的，还要不要再拆一个？还有呢？第五题吗？两个要不要再两个试一下？我们两位，因为我们画的是嘴巴。我们第五题错了两个。我们第二个是嘴巴，第四个有点难，好不好？快点！
是陌生网站，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都是诈骗。全民行动，无诈新城，邀请您的加入，市民即游客不同。天津公安分局光明大道温馨提示。你在干吃是吧？啥天气？
Grazie.
开始了，对对对。
看一下，我们看一下这个东西。晚上十点钟在邓家我需要Thank you.
浙江水浒再来。拍了以后还要保存呀、对呀、没文化，重新打字，打字一下，好考。OK， 走吧。有两张可以用的，不是让你再拍。应该是还有现在还有车进来的。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打款的都是诈骗，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都是诈骗，全民行动不诈新城，邀请您在家中市民集合，解决关键区可以
一路通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与众不同，臭豆腐臭豆腐，好吃的臭豆腐，糖油花花。买呀，买回来，大家叫买。
首尔加油价98元，现价68元，请上二楼。柑橘百元老店经典香菜，二楼门面廉价低低，全场70元，大厅中央空调，酒店环境红马旗舰。长沙辣椒炒肉原价72元，现价38元。金海国味虾原价8元。广东人都来过大会，越吃越好吃。湖南人最喜欢吃的是四川老鸭，可以和海鲜配一个碗，真是一点都不花哟。求汇款的都是诈骗，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，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要你先交钱的都是诈骗，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要汇款的都是诈骗，凡是在电话中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都是诈骗，凡是让你开通网接受资格审查的都是诈骗，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打款都是诈骗，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都是诈骗，全民行动无诈新城邀请您的加入，市民及游客朋友，天津公安分局郭子杰派出所温馨提示，谨防电信网络诈骗，要做到8个凡事。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，都是诈骗；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，都是诈骗；凡是通知中奖、领奖要你先交钱的，都是诈骗；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要汇款的，都是诈骗。凡是在电话中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都是诈骗，凡是让你开通网接受资格审查的都是诈骗，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打款都是诈骗，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都是诈骗，凡Thank you.
三零零，环境优美，因材有师的一年，在京都可以办学院。Thank you.
江东区知识综合发展点，屠宰老长沙特产业，欢迎您的光临。湖南建海，全程包邮。全民行动，无诈新城，要。
Thank you.
市自称公检法要求变化，董事长领导改，凡是让你会感到安全站后的，都是好人。凡是通知中奖、领奖、要你先交钱的，都是好人。凡是通知家属出事、要报复的，都是好人。你在排这个吧，来，你看我的安全码都是少见。凡是让你沟通我接受自己事情的都是少见。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打款都是少见。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好信息的都是少见。全部
Beep, beep, beep.